陈正，我一直在纳闷，什么事儿？你说昨天晚上那个叫云记的老贼怎么会旋风剑呢？这旋风剑是黑帮派帮主黑傻天的祖传剑法，除了他没人能懂。会不会是黑傻天把剑法传给了云记？这不太可能，黑傻天在江湖上立足靠的就是旋风剑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三年前的嵩山擂台会，我的叔叔潇湘一剑就是败在了旋风剑下。如果不是一个叫慧静的和尚夺了擂主，恐怕这擂主就是黑煞天的了。但这个慧静和尚自从得了擂主以后就隐身不见了。这一届的嵩山擂台会，慧静大师会不会来啊？我看不会。那擂主不就是黑煞天的了？那就要看我叔叔潇湘一剑的了。此话怎讲？我叔叔潇湘一剑十五年前得到一份剑谱，名叫鸳鸯剑谱。我听说这个剑谱是武林中的至宝，究竟什么内容我就不清楚了。这个剑谱在江湖中没有几个人看见过，可十五年了，我的叔叔在哪儿谁也不知道。我还是在梁国皇宫里的时候听人说起过，上届嵩山擂台会他出现过一次，败在了黑煞天的旋风剑下后就没了踪影。如果能够找到我叔叔，让他把鸳鸯剑谱拿给我来练，练成了就能够无敌于天下，就可以赢得擂主，就可以号令天下英雄，到时候我就可以在魏国作乱，最好是灭了魏国。可你叔叔会把鸳鸯剑谱拿给你来学吗？而且听这个剑谱的名字应该是两个人来练的。二位客官，二位客官，里边请。来呀，来，倒酒，倒酒。喝喝喝喝喝。吃。来来来来来，里边请。来。来来来，喝酒。二位想吃点什么？随便吧。好嘞。这个人一直盯着我们。我们要小心点。公主受惊了，请公主即刻跟我回宫，太后和皇上都惦记着。你不要过来。公主，我是奉太后的旨意专程来接你回宫的，快点跟我回去吧。公主，你在想什么？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做事不利，无一能成，说是要找魏国的公主做人质，又偏偏给那个坏蛋给搅了。公主，你不要太忧虑了，我们目前人单势孤的，有时确实有点力不从心，要是能找到叔叔潇湘一剑那就好了。公主，我真希望你早日练成鸳鸯剑法。就怕找不到叔叔练不成剑法，单凭我们两个人现在的实力很难做事。鸳鸯剑法一阴一阳，阴阳互补，必须由一男一女共同练习才能练成，而且这对男女必须在20岁左右相互爱恋，才能眉目传情，心心相印，方能手眼相通，天下无敌。可是这样的人公主到哪里去找啊？天下最难之事，难得你知己呀。